甜醬的青提子啊，37.5盒啊。南非的特大莊橙啊，20.9元有4個。新鮮袋裝的埃及橙8個啊，20元。藍莓啊，14.1元。土耳其的原箱無花果啊，65元1盒。我啲無花果幾大，幾大碌，同埋好新鮮喎。提子啊，34元1磅啊。嗱，咁佢已經 pack 好咗噶啦，佢一盒盒。今日啲提子都好靚喎，好大粒喎，好實正都好似。嗱，好似呢盒咧就62.4元啦，呢盒就要60.3元。西蘭花10.9元有2個。日本珍寶嘅山崎蘋果啊，24.9元有2個。牛油果啊，28元有4個。檸檬啊，12.3元。奇異果啊，16.9元有6個。珍寶嘅奇異果啊，26元有4個。香蕉啊，5.9元1磅。中國嘅蜜柚啊，12元1個。南非啤梨啊，10元有4個。中國嘅紅肉蜜柚啊，14元1個。珍寶嘅富士蘋果啊，15元有2個。紐西蘭嘅大莊艾菲蘋果啊，28.9元有3個。中國嘅雪香梨啊，12元有3個。中國嘅富士蘋果啊，13.9元有3個。鴨梨啊，11元有5個。包裝好嘅番茄啊，10.9元有4個。糖山菜啊，而家13元有2件啊。同埋呢只小糖菜都係咧，13元有2件。綠豆啊，13.3元有1盒嘅呢度。呢只就10.8元有1盒。呢係呢只係咯。金妹牌嘅火腿啊，今日就呢只就做26元嘅，呢只係三文治火腿片。
跟住佢隔離呢只咧，就係、是、黑椒火腿片。跟住佢再隔離呢只咧，就係、是、切片火腿。跟住再隔離呢只就煙燻味嘅三文治火腿片。咁今日佢全部都係做$26一包嘅。粟米啊，13.9有三支。冰鮮嘅山地雞啊，$52一隻。沙皇雞就$60一隻。今日惠康咧，佢又送牙膏又送嘢啦。嗱，而家又買高露潔牙膏四支啊，咁啊又送維達嘅廁紙啦，陽光檸檬茶啦，韓國嘅午餐肉啦，福字嘅米粉啦，同埋個福字嘅上湯伊麵啦，同埋啲沖涼液。咁嗱，而家睇下係邊啲牙膏啊？就呢啲牙膏呢只咯。護理牙膏啊，$40支嘅都要。呢只又係啦，呢只就全面防護牙膏。咁咧，佢就送呢只就福字牌上湯米粉啦，同埋上湯伊麵啦，同埋韓國午餐肉。跟住又有陽光檸檬茶啦。同埋有維達嘅金裝衛生紙10卷嘅，咁我呢間咧就冇沖涼液啊，咁就唔好買住啦咁。百福嘅煎炸滑豆腐嘅媽裝嘅$10.5。百福嘅蒸煮豆腐又是$15媽裝嘅。百福嘅蒸煮滑豆腐啊，$16有2件。百福嘅煎炸豆腐啊，$16有2件。十字牌嘅高鈣脱脂牛奶同埋高鈣嘅低脂牛奶。而家$12有2盒，明治嘅高鈣脱脂奶啊，今日就買二送一。好啊，我嗰個禮拜跟住嚟，我咪飲曬啲奶咯。灣仔碼頭今日嗰啲水煎餃啊，$12一盒一件嘅。嗱，呢只煎餃焦香嘅白菜豬肉豚肉餃啦，呢只青花椒要雪魚水餃。同埋呢只川香麻辣嘅白菜豬肉水餃啊，咁今日都係做$12一件嘅。東東雲吞嘅私家雲吞啊，今日係買三送一啊。四海魚蛋嘅鮮竹卷啊，$29.9有3件。一字牌啊，減價$30。新鮮水展減價$30。新鮮嘅豬脊骨啊，又係$30減價。跟住呢只就新鮮嘅豬展啊，又係$30。跟住呢只就新鮮嘅梅頭半肥瘦啊，又係$30。
跟住呢只就新鮮有皮嘅骨腩啊，係30蚊。跟住呢只就新鮮嘅豬尾啊，又係30蚊。哇！這個平好多啊，新鮮嘅豬湯骨啊，10蚊啫。跟住啲雞腳20蚊，跟住呢只竹絲雞啊73蚊，雞胸啊又係30蚊啊減價。走地雞啊已經斬切咗一件件噶啦，就85蚊。呢只就未斬嘅走地雞就85蚊。呢只鳳岡雞啊98蚊啊減價。呢只龍江雞啊減價就110蚊。走地雞半隻啊46蚊。雞髀兩隻啊58蚊。新鮮的豬腳啊20蚊。新鮮的免治梅肉啊20蚊。絲球乜嘅純正花生油啊4支嘅129.9。絲球乜呢隻植物固常嘅粟米油啊3支就109.9。淘大嘅蒸魚豉油啊，23蚊有2支。李錦記嘅金醬油啊，25蚊有2支。雀巢咖啡呢只極品白咖啡原味嘅50蚊。喂，見到啦。亞法的特龍白咖啡54蚊有2件。特強配方的薑茶29.9。喜歡我的影片的你請記得留言、給 like、分享、訂閱我的頻道啊，麻煩了。